要停格啊，停格十秒。猴子都要八九秒了，我们等要八九秒，算一下，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但是确实这个八秒钟的吻会让你们情敌一生，这时候牧师代表教会也要送一本圣经，也让你们两个用圣经彼此来再次来得到神的赐福，将手放在圣人身上，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。爱我父神，谢谢你，你一切婚姻的奥秘都在圣经里面的彰显，你那一切的奥秘不仅是我们眼睛可以张开可以合起来，原来上帝是你亲自来启示，是你圣灵来告诉我们，原来婚姻是这么样的美好。在世贤跟佩仪的身上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个起初美好的爱，因为他们两个手扶持在这个圣经身上，他们的誓约再次见证神美好的安排，并赐福在他们的婚姻、他们的家庭、他们的后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